台南的热人上盖劳力，上盖好耍，上好食，上趣味的活动，夏日海乐园，包括了七股海鲜节、蒙恰吹啊、马沙哥音乐节，按七月十二号开始，特别来隆重上演。台南市政府七月九号就伫个新营明治市政中心，有着赖市长以着十二万分的诚意，向全国的好朋友宣布这个好消息。赖市长来强调讲，台南的热人绝对是台湾上好佚佗的所在，因为咱唔单是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一箭双雕。各有上千的海鲜料理，加上造型轰动的马沙哥音乐节，一箭双雕是全台湾，恐怕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。眼睛两个眼睛看出去，可以看到两种雕塑啊，沙雕全世界都有，岩雕就比较少了。两个合在一起，绝对是绝无仅有。那第二个呢是七股海鲜节，大家都非常清楚哈。七股的海鲜是全国知名，那为了要行销七股，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来吃七股的海鲜，那我们这个七股区的区长跟地方的里长还特别制定七股之歌，拍微电影来行销啊。那马沙哥音乐剧啊，可以说是媲美北部的贡寮音乐剧，所以也是非常有特色的。那其中呢，我们要特别讲的。这个蒙这个恰吹啊，哈，可以说是合家大小老少咸宜的这个活动。那这个蒙恰吹啊，就是黑面琵鹭为什么不远千里而来到台南，就主要是要来吃恰吹啊，哈。会当耍到真爽快，食到真欢喜的夏日海乐园活动，台南市议会也由着议长赖美惠传了着济济议员到场，用力来推荐。咱这次。啊，这个台南夏日海乐园所有活动内容，啊，上个重要就是讲咱疫情的台南市，以咱啊地方，包括咱的市政府，包括咱的议会各单位，拢啊双手啊热情，要来欢迎着来自全国的好朋友。讲咱滨海的西公市吼，那个活动人数啊连连创新高。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活动的主题哈，是持续在创新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些是我们县市合并以来之后，不断的在整合在地的活动之后呢，共同跟我们台江还有我们云管处好，南宏观处啊，包括咱在地哈，将军七股啊，包括八门的工作，好，大概这会整合起来，好，创造出来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滨海规个非常的热闹。夏天滨海啦吼，咱夏日海乐园真就市长讲的，夏天唔定是春节，夏天嘛是爱来台南佚佗，因为台南上好耍。耶！今年一度七股海鲜节就要来开始了吼。为七月十二号到八月十三号，以外七个各个景点呢，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。我这个的主题就是以七个七宝上清上好来做这个的主题吼，欢迎大家来这吃海产、买海产、吼尝鲜吼，来听音乐、看我的微电影，以及来欣赏到我七个在地的歌。七股海鲜。来到七股看精彩的表演，欣赏美丽的景色，为家己带来好心情。也因为安尼，今年的七股曲风素也火力全开，进一步制作七股的 MV， 并有歌手方顺吉拔刀相助。穿着白色舞衣变黑的嘴，踩着黑色麻雀跳跃振飞，尽情舞出曼妙芭蕾，幻化成海天最美的点缀。啊，这次呢，嘛受到方顺吉的一个制作团队来一个收录三首歌，有《盐山之恋》、《搁七个恋情》，啊，搁上重要是阮社区的歌曲《树仔卡》，来收录为方顺吉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。另外，方顺吉的团队呢，
也在我们七股呢来录制了四首的 NTV， 所以说未来呢你的唱片公司的一个争取之下呢，你的好乐迪 KTV 还是钱柜 KTV 还是说各大的点播系统就可以唱到我们台南市在地的歌七股之歌。这次对我们两个来说不是只唱歌而已，这次对我们两个来说是一种文化和歌谣的传承，也希望说感谢市长跟我们的副长阿吉拉跟这次的机会，可以让我们这所有台南的乡亲，包括我们全台湾县的乡亲时代，以后人去讲到我们台南的歌谣，除了安平对象曲，除了关阿娘之乱以外，还能去唱到这七股的好听的歌，包括我们的盐山之乱、七股乱情，以及我们的树阿卡。看沙雕、岩雕、吃海产、耍独木舟、望赤水啊，配上海风海味的马沙哥音乐节。今年的热浪，台南的海边绝对也是高潮不断。2014台南夏日海乐园，我们马沙哥音乐节，这次为大家邀请到情歌王子严爵、天生科技阿力，还有我们的灵魂女生佳佳，也欢迎呢所有的好朋友呢，在8月9号到我们马沙哥呢滨海游戏区。那记得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呢，一同来感受